天呢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浮夸的美式海鲜餐厅。这间店呢，主打波士顿龙虾，三间分店呢都很有美式风格。而这间呢，走的是浪漫的西雅图氛围。店家独创的豪华海鲜龙虾大餐让我们太惊艳了，新鲜龙虾 Q 弹又鲜甜，重点还有专人桌边服务剥虾，只需动口不动手，真的太享受了。龙虾松露起司锅搭配白虾牛肉等配料，主角就是波士顿龙虾，浓浓的奶香味，起司控绝不能错过。同时这边呢也有海陆两人餐的选择，入口即化的老饕乐眼牛排，幸福感满满。套餐包含沙拉跟两款浓汤，龙虾浓汤也好喝到不行。最后甜点呢，两款都甜而不腻又好吃。只要是来这边庆生过节，还有赠送小卡片哦。想要不败的仪式感大餐，就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体验吧。